好，仲有冇其他議員想發言？啱啱近咗個位，點解要咁樣去卡拉啲位？總之我就係收到，我嗰日一月二號大家協商嘅結果就係呢一個啦。李賢浩議員，係多謝主席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真係爭論真係好嘥時間。唔好介意啊，三位，如果其實你覺得真係好唔滿意嘅，咁點解唔嘗試離開會議廳咧？多謝主席。好。OK， 明白。好，大家翻返去座位啦。好，好，大家認為需唔需要投票？如果好，就依家嘅座位表，我哋投一次票啦。簡單舉手啦，好唔好啊？就唔使范國威議員。我話。我話即係用簡單舉手去處理啦，咁唔使記名表決啦。主席，不如你用一分鐘時間等佢翻翻嚟先。哦，宣佈咗，如果唔係佢又話我哋唔知點樣㗎啦，係嘛？哦，好啊，好。棄權都係一個表態嚟㗎嘛，離職都係棄權嘅啫。唔係，大家見證到佢哋係。你門口聽到喎，張展鵬議員，如果你要翻嚟，好翻嚟㗎喎。係，依家俾你正式表決嘅咯喎，主席要翻嚟好翻嚟嘅咯。主席，梗係計時一分鐘啦。我相信佢哋三位議員咧都知悉我哋係嚟緊要做一個決定㗎啦，係啦。即係嗱，我唔花時間又等又剩啦。我哋即係大家每人發言都係話好唔好浪費時間，但係每個發言我都係用緊我哋時間其實。好嗱，我哋簡單舉手啦，好唔好啊？即係依家嘅座位表。即係參考翻一月二號嘅結果去做翻一個嘅投票，係啦，贊成嘅請舉手。有。主席，我個理解係咪應該問咗有冇反對先嘅咧？哦，有冇反對意見啦？如果冇反對意見，咁不如我哋就通過呢一個嘅座位表啦。OK。你自己中意話乜？而家係逼我哋坐呢個位，我不嬲坐咗咁多年喺個位都屙魚嘅。一月二號西貢區議會第一次散咗會㗎啦。喺會議之後，你成日都係遲到早退㗎啦。你嗰陣時要上立法會，你要做得好肉酸係你專業動力方國山嘅問題。一月十六號，范議員，你不知所謂啊！你派出張美紅去代表你哋，不知所謂啊！你根本係散咗會嘅多餘啦。經過討論之後咧，係定咗呢。不過而家因為你個主席係喺呢度，西貢區議會嘅主席係啊，范議員你肉酸咧嘅僆，所以佢咪冇辦法咯。喺下邊做科文。You such a charge. You are not even a gentleman at all. 動力方國山議員違反西貢區議會一月二號、一月十六號，我哋所有議員唔同組合板塊，大家討論協商出嚟嘅座位。主席，簡單言之，我建議你哋咧重新抽過佢啦。所以咧，咁唔民主嘅嘢，咁樣嘅情況，such a charge 係違反議會。He is not even entitled to be electoral councillor. Come on, you are not even entitled to be such a legislative councillor. 你而家霸咗，well such a poor condition that you are. 你要喺全部朋友面前出醜係你嘅問題。呢個就係西貢區議會嘅秩序，呢個就係西貢區議會唔同嘅組合板塊。
經過討論協商，你的協商仲差過民建聯當時當權，你是不講民主啊？你仲差過民建聯啊？做呢啲抹黑是冇用的，係。都是未為是好的情況之下，不是投票都沒有問題，民政處的專員是不是有責任去回應一下呢？哦 ，DO 會回應。好啊，多謝主席。咁啊，都多謝張美容議員的提問啦。嗱，咁或者講翻咧，咁其實我哋個做一般嘅做法咧，或者即係嚟咗呢度將軍澳呢個新寫字樓嘅做法咧，咁冇錯，第一次個會議裏邊咧，咁我哋會係按住各位議員嗰個姓氏咁去排個座位嘅。咁亦都喺第一次會議之後咧，咁我就會留待啊主席，咁佢就同各位議員咧，或者各個唔同嘅板塊咧，就會有個協商。咁啊，即係一般情況，可能大家即係同一個板塊都希望坐埋一齊啦。咁但係都有三行座位，有前有後，有左右有。咁啊，變咗呢方面咧，我都係留待即係主席，即係佢作為主持個會議，咁佢就同即係相關嘅板塊嘅代表咧就去溝通。嗱，咁當然即係可能溝通出嚟，今次就不盡人意啦。啊，咁即係我覺得不外乎有幾個方法嘅啫，一係就重新傾過啦。又或者好似頭先阿主席我講話互相投票啦，又或者係個別有啲板塊係咪自己可以協商，即係大家對調啲座位啊等等嘅嘢。咁但係因為呢啲咧，即係基於嗰、那個安排都係話由留待即係區議會由主席佢去同各個板塊自己協商咧。咁我呢件事咧，即係我哋都會留待翻由主席佢去傾。咁但係當然我哋備悉有個別有議員對現行個安排即係唔滿意，咁當然呢樣我哋都會可以再同阿主席再傾嘅，啊點樣去處理？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尊重主席嘅裁決。好，方國山議員。係，主席，即係兩件事嘅程序問題。第一咧，就頭先我好認同，即係話個座位咧未被認真咁討論同埋正式去通過嘅。咁呢個第一，我希望即係專員民政事務處勸喻咗你哋一啲即係大黨咧，所謂嚇，即係唔好忽略我哋一啲小眾嘅民意嘅聲音。呢個議會咁黑箱作業，全部都係自己維威為傾掂數就得嘅。呢個議會嘅文化，我覺得係絕不可取。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啦，其實喺攤呢一河裏邊，我哋見到仲有兩個吉位。其實在技術上，點解唔可以大家褪一個位，嗰度就吉翻三個位，我哋坐翻過去呢？我又想反問一下，技術上點解有呢個困難？點解要咁樣做法？定係有其他你哋 hidden agenda？ 請你正式回應我。葉子琪議員，六個字，嘥時間啊，哥。六個字係。好。好，仲有冇其他議員？係阿李家瑞議員，我都覺得相當之嘥時間。其實咧，今朝有示威啦，又有好多
嘅議案需要討論啦。大家都知道今日嚟到呢度係有好重要嘅關乎良知、關乎公義嘅問題要討論。咁一朝翻到嚟就喺度爭凳仔，咁樣係為咗啲咩咧？個會開始咗半個鐘，即係我覺得應該爭凳仔嘅問題可以留，係咪可以留待會後或者其他事項？有好多嘅位置都可以，即係好多呢啲會議以外、議程以外嘅時間可以討論嘅咯。所以我覺得都可以。黎偉，等陣先，李嘉耀議員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應該盡快開始個會議，如果唔係拖到個會議時間好長，咁都無謂嘅。得，明白。黎偉棠議員，主席，我請你即係都望一望個鐘啦。而家幾多點啊？而家係10:02啊，主席。我哋就住呢一個嘅即係座位嘅議程，傾咗半個鐘頭㗎啦，已經。即係我唔明白，我哋一個西貢區議會，我哋個個都係成年人，點解？我哋今日仲要為爭凳仔嚟爭論。好。當日邊一個人冇留低？冇味之會。去傾呢個座位安排，係口口聲聲。所以請主席去盡快進行呢個裁決，即係如果亦或者可以係進行相關嘅表決，我哋唔應該再浪費時間在這個座位問題身上。這個我們議會還有很多的問題，關乎良知、關乎社區的事情，我們要處理，請主席去裁決。好，鄭仲文議員。好，多謝主席。那我都講一分鐘，不要浪費時間。那其實如果是有這麼大的爭議，不如我們乾脆用一個最高速的方法，我們在會上提出兩個兩個動議或者方案，就話跟阿方國山議員佢哋嘅諗法啊，用姓氏投一次票，或者用我哋嘅協商1月2日嘅協商嚟投一次票，咁我哋快速處理咗佢，咁亦都唔會有人話我哋黑箱作業，因為民主自由嘅議會咧係應該喺個會議裏邊投票討論意見。嗱，今日而家討論嘅意見咧都好充分啦，我哋都討論咗半個鐘去講述我哋要點樣坐啦。即係好似小學生都應該冇咁耐嘅，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幾充分嘅民主討論㗎。咁跟住下一步就投票咯。咁我作為我哋協商，即係用邊個方案？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公道嘅。所以如果係最後會後啊，如果佢又同我哋講話啊，有啲朝野協商係黑箱作業，咁我哋係冇辦法回應嘅。與其係咁，不如我哋再花多5分鐘嘅時間喺度直接處理咗佢，咁啊，亦都可以免除以後我哋再講啊黑箱作業，又話我哋點點點，講講下就講到我哋好似喺度唔知做咩勾當咁，不如乾脆我哋直接喺度直接付諸表決啊！多謝主席。好，仲有冇其他議員想發言？係。即係啱啱近咗個位，點解要咁樣去卡拉啲位置？總之我就係收到，我嗰日1月2日大家協商嘅結果就係呢一個啦。李賢浩議員，多謝主席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真係爭凳仔好嘥時間。唔好介意啊，三位，如果其實你覺得真係好唔滿意嘅，咁點解唔嘗試離開會議廳咧？多謝主席。好。OK， 明白。大家翻返去座位啦。好，大家認為需唔需要投票？如果，就依家。